是小六。今天呢，我们来，在这一块水田里面，杂草里面很多那种黄鳝鱼的，我们今天来抓这个竹笼。今天我们只带来了三个，这里面有黄鳝，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上来。好了。这里面它是装饵料，专门吸引黄鳝鱼的，先放进去，然后呢拔一根草，塞住这里面，好了，先把那个草拔开，这里面的水井六千，明天过来看收获了。啊，昨天我们来下的竹笼，今天过来看看有没有收获，期待我的大货。看看这个有没有，有货有货。大吗？先放进去吧。好好好。等下上来再给大家看。好好好。哇，师哥。喂。发财了。是吗？大货大货。开心。不错不错，三个龙都有收获，收获满满了，师哥。开心。哇，看得到吗？这个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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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这量很大，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吧，等一下跑了就坑了。哇，慢点不慢点不慢点不，哇，这条大不大？非常大这条。喂，慢点不？哎呦。终于把它弄进去了，这条很粗。这个你看出来了，哎，还有，哇，哇，几条几条几条，不得了不得了，哎，一条，别跑别跑，哇，三条，喂喂喂喂，慢点不慢点不，好活，别跑了。哇，很开心，师哥，你的饵料非常不错，可以可以，都是能吸引大货过来的，开心吗？非常开心，你跑就来了。
非常开心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我们再回去喽。